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中医经络口诀系列，我是大脑时代的大天使。今天为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手阳明大肠经。首先看我们的学习步骤，第一步熟读经络，第二步分段口诀，第三步口诀还原，第四步强化巩固。第一步熟读经络。手阳明大肠经是十二经脉之一，手三阳经之一，与手太阴肺经相表里，上接手太阴肺经与食指，下接足阳明胃经与鼻旁。本经首穴是商阳，末穴是迎香，左右各二十穴。症候虚症如腹鸣腹泻，大肠功能减弱，皮肤无光泽，尖酸，喉干，喘息，宿便等。实症如腹胀，便秘，痔疮，肩背部不适或疼痛，牙疼，皮肤异常，上脘异常等。主治本经穴，主治头面、五官、咽喉病、热病及经脉循行部位的其他病症。手阳明大肠经一共20个穴位，我们把它们分为手部、小臂、肩臂和头颈四个部分。手臂部分的穴位有商阳、二尖、三尖、合谷、阳溪。小臂部分的穴位有偏历、温溜、下廉、上廉、手三里。肩臂部分的穴位有曲池、肘髎、手五里、臂闹、肩俞。头颈部分有巨骨、天顶、浮突、口合髎、迎香。第二步分段口诀。首先我们看手部，一共有5个穴位，分别为商阳、二尖、三尖、合谷、阳溪。我们选取每个穴位的第一个字连在一起，谐音联想为上二三合阳。我们可以想象在山中有一条小河，那么在这个河的上游有2、3只羊，所以叫上二三合阳。小臂部分也有5个穴位，分别为偏历、温溜、下廉、上廉、手三里。我们把5个穴位的第一个字连起来，谐音联想为偏文下上手。我们想象有一个人在小臂上纹上了花纹，所以叫偏文。这个小臂的下边、上边都纹了，所以叫偏文下上手。肩臂部分的5个穴位分别是曲池、肘髎、手五里、臂闹和肩俞。我们选择每个穴位的第一个字分别为曲、肘、手、臂、肩。我们可以想象在肩臂部分的5个穴位连在一起是曲、肘、手、臂、肩，想象有一个人弯曲着自己的这个肘部，然后看到他的手、臂和肩这几个部分，连在一起就是曲、肘、手、臂、肩。头颈部分的5个穴位分别为巨骨、天顶、浮突、口合髎和迎香。选取每个穴位的第一个字连在一起，谐音联想为举天俯叩迎，
我们想象有个人力大无穷，他把一个巨大的鼎举到了天上，所以叫举天。那么他的巨大的这个力气啊，吸引了百姓关注，有很多人都对他俯叩相迎。第三步，口诀还原。首先，我们回忆一下对应的图像。第一个图像对应的口诀是上二三合阳，上对应的是商阳，二对应的是二间，三对应的是三间，合对应的穴位是合谷，阳对应的是阳溪。第二个图像对应的口诀是偏文下上手，偏对应的是偏力，文代表的是温溜，下代表的是下联，上代表的是上联，手对应的是手三里。第三个谐音图像，曲肘手臂间，曲对应的是曲池，肘对应的是肘髎，手对应的是手五里，臂对应的是臂闹，肩对应的是肩鱼。最后一个口诀图像，举天俯叩迎，举对应的是巨骨，天对应的是天顶，俯对应的是浮突，叩对应的是口和髎，迎对应的是迎香。第四步，强化巩固。我们可以把手阳明大肠经的几个口诀记录在笔记本或手抄本上，也可以记录在手机 APP 上。手阳明大肠经手部部分的口诀为上二三合阳。手阳明大肠经小臂部分的口诀为偏文下上手，手阳明大肠经肩臂部分的口诀为曲肘手臂肩，手阳明大肠经头颈部分口诀为举天俯叩迎。